下，沉到水底下。为什么没有沉到水底下这件事很重要？因为没有直接撞击。没有直接撞击 ，OK， 好。那所以你这件你们这个装置有个担心，担心什么？倒掉。担心掉下去的时候，担心掉下去的时候不是正的，不是正的哈。OK， 了解。前面同学要问他们问题的。然后毛巾只是让他不要从前面跑出来而已。避免水跑出来。OK， 避免跑出来。所以如果你有盖子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对。OK。而且毛巾也可以缓冲热气啊。毛巾有缓冲。有啊，有一点点。对。没有想过。啊。第一次没有毛巾。第一次就没有毛巾，就跑出来就破掉了。跑出来怎么的？跑出来才破，它滚出来之后才破掉的。OK， 好。